誓言不曾动摇。不老，掌中宝，心中宝，羡慕都不足恋热血烧。在你的手心连着，在我肩却相望于天涯。看到今生的长大，赴一场。这一路风光，只求有这再相逢，修得都不松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手力，竟然是指七进来了。今晚的月，上一次看到这样的月色。不过，诸位道友，看够了吗？不，怎么话还没说完就跑了？我这么和蔼可亲。三位道友误会了，在下才出关不久，正要返回齐渊海。回齐渊海一年前，这海门中的妖兽突然开始好，无论是猎妖的修士，还是定居点的凡人，都被妖修士前往一探究竟。结果被化解，那四把上人还是靠了一，所以我解释了去处，才明白星宫和逆星盟打得不可开交。这传送者，哦，那刚才说的虫魔又是怎么回事？面目可憎的结丹修士，善用情非虫魔。哎。
且改不生。这倒是。过来听听。那丑魔数年前出现，一出沉寂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最近又活跃了。据生还者说，那人凶恶残暴，歹毒至极。是碧云门，原来是那些家伙，谁让他们要抢夺药丹，杀人灭口，才一时气不过。后面的这些又是怎么回事？而且好像还在可能生。你们看，前面的床都是三色的。四姿态最后出现的，难道是那几个元婴老怪？不然他们可能早就杀来了。不行，必须马上回去。二三十年内再也不出洞房。都有都有，别傻。派来了一位特使，邀请您去黑石城一聚。慢慢的来我祈愿岛做什么？不去不去。长老，家长老也在祈灵，似乎这有些大动作。黑石城贪心，竟敢在妖族渡劫时趁火打劫，跟着千年大妖，这些年给我们祈愿岛惹了多大的事，还摆什么臭架子？等等等等等等。我闭关，放心留着啊，回来仔细恢复。师才，外面的对话你都听两年万反的厉害了，一位长老，还有两三位师傅本岛海域。我祈愿岛什么时候有这？他们都是来报。杀孙之仇。无穷，哎呀，无穷，你又何必再不畏隐秘，将其中缘由吐出来？不然，我还要去问你，可就多了桩麻烦事儿。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你是说那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苏铁。哎呀，这现在可不只是无穷的弟子幻形，让他人扮成此人的样子出现。谁让这水搞混了？谢谢酿成大错。如果现在也病了，这就亲自出面安排。品级和数量都有所提升，现在也绰绰有余了。
级结丹珠，还有这东西。此前试了，没什么突破。